是根据人体工程去做设计的，所以它有一些很基本功能上的，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高度去做设计，所以比较高的就可以拉，然后比较低的人就可以这样就可以使用。然后再来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滑移设计。如果我们现在机器在下面的话，其实我们平常这样子拿的时候，重心在下，你就不会觉得手很重。像我们如果现在我们重心在上面的机器的话，你会这样手拿得很重，可是它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好很轻的手感。那为了要解决说，像如果它机器在下面，它没有办法伸到里面，我们就去做了这个设计，所以它可以这样拉上来。气旋锥，水道是这样直接打开来就好。这其实它是很好清洗的。那这边是可以水洗的。对，这一整个其实都是可以水洗的。那因为还有这个滤网的部分，所以呢你在吸尘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就是脏空气不会再跑出来做二次的污染，所以它这边是等于是它就不会有脏空气跑出来这样，所以就还蛮方便。然后这整个可以水洗，水洗完就直接晾干就好。那它一共附几个吸头呢？吸头的话总共有四个，先有一个三合一的吸头，然后一个是平毛刷，然后一个是羊皮层的吸盘，然后一个是延展式的那个伸缩吸头，总共有四个这样。一只圆吸头的话，它通常就是可以吸这种角落的部分，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小区域的桌面、平面的部分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它的第二个用法是这个尖的吸头可以吸一些吸缝，就像是沙发的吸缝，还有像车子的吸缝也 OK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它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一个平面，所以你可以吸窗帘，或是墙壁这样子的话，对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是三合一的用法。OK OK， 应该是基本上任何的使用状况都有被包含到。